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公布最新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票站调查数据，显示陈方安生的胜算较高。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在大约10:50公布最新的数据，显示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的得票接近，估计他们合共拿到90%的选票。港大根据票站的调查就推算，陈方安生较大机会会胜出，叶刘淑仪胜算就较低。民意研究计划较早前曾经在网上公布叶刘淑仪的胜算较高，其后再更新推测的结果。至于其余六个候选人，推算结果就显示没有机会。详尽夜间新闻在11:30。